我是非常喜欢极简主义的这样的一种绘画，特别希望以最少的语言表达最丰富的内涵，是这样的一种追求。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空间的时候，我想最有震撼力的可能就是一根超过这个37米长的这么一根线来占据这样的一个空间。这件作品呢，其实最大的挑战还是刀刻在木板上，它的那种感觉。画画的人或者做版画的人是深有体会啊。就任何的意义、象征或者我们所说的所有的故事，全部都要集中到这个刀在板子上就那一瞬间。所以说，开始的时候用过三角刀刻。我用过更宽的刀刻，各种各样刀我都尝试过，但是呢，你会发现这个圆刀刻出这个线，它更饱满，啊，它那个内涵更深。这个写草书是一种感觉，啊，写隶书是另外一种感觉，写篆书又是一种感觉，这个呢，我就需要有一种篆书的感觉。这个挑战呢，对于我自己来讲，它是要一刀从头到尾把这40米长给刻完。那么我在刻这个东西的时候，我心里一直想着，是一个非常遥远的一件事情，是那个刀的那个速度的把握一直非常的匀称，然后慢慢再往前走。它也有变化，在走的过程当中，其实和你的心理和你的体力是吧，你可能在磕的过程中偶尔有短短的间歇，然后再往前走。就是这么长的一件版画从来没有过，应该现在来讲这是最长的一张版画。那么在印刷上，它就有它的技术上的一种难度，怎么能够把这个线啊，就像一段一段的，如何让人看起来是一个整体，没有被断掉的感觉。
抽出去吧。2022年4月7日。人的内心和这个客观世界，这两个世界是同样大的，只不过是你是向外看还是向内看。抽象艺术更多的就是向内看的一个东西，看自己内心世界的一种景象。所以这条线呢，它既可以想象是一个自然的风光，也可以是我内心的一种风景。